二的嗯，什么一句话嗯，中二的一句话，你可以先吗？妈妈你先。可是我不会，我平常都不中二的。可以啦，随便来一些，快点。随便来一些。就你自己觉得，你自己觉得这个很中二，然后我们来评比，大家就觉得哦，你的中二的品味是这个样子。啊！大家等一下来看看谁的中二的品味更中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我其么？实也没有办法想很多啊，我在思考，要五个哦，你先讲一个嘛，快点，你先攻，我坐先好啊，坐攻，好啊，妈妈坐好，坐哪里？随便啊，四个位置，我坐一个，好，害羞。你快点，哎，你的中二的品味来，中二的嗯。品味啊，人类都是无知的，算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帮你借我一把剑，丢出来丢出来，剑剑剑剑呢剑呢，你不分，当我拔出第二把剑，所有人都将倒下，这剑真的是超级冲啊！蛮适合你的。那你，感谢物资，换我。我想想刚刚那个你觉得谁比较中二？这我觉得我那句一定是世界级的中二，我一开始就把王牌打出来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能讲出这种话也是很正常的，不是吗？来来，第二个，第二个。我来想一想一下些，我也要想。来，大家脑力激荡，自己觉得有没有最中二的？有什么话？最中二的话，就你自己觉得啊？你不觉得这蛮不适合我的吗？不会啊，人人都有一颗中二的心。好，想一个。我还可以讲一下出处啊，我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啊，你应该有看过吗？哎，你没看没有过？哎、欸，哦。我就不中二，我就不看那个。哎哎，《刀剑神域》电影版哦，你有没看啊，过？嗯，你不记得台词哦？这句从何到爆炸？而且他那不是他讲的，那就是那个坏人手上的书，就是有写着，然后就觉得很中二。到底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记载？他那个书就是记载那个 SEO 是不是那个过往的事情？然后就曾经说黑色剑士有说过这句话。好啦，快点，第二个，第二题。第二题，聊天是各种综大家真的很厉害耶！合。对啊，各种综合，快点来。等一下，这个观众的那个中你也可二的以东西说，你也可以说说什观么？众啊，可是我觉得你要有就是自己的感觉啊。SAO，SAO，对对对，SEO，SEO 是那个 SEO。，SEO 是总裁，我太想当总裁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我讲一个。天哪，为什么会讲这种东西？哎呀。
无知的人类，不要试图用你们的智慧了解我。这有什么出处吗？为什么你用那么中二的话？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出处哎、欸，可是不觉得他就超级中二吗？观众，大家各种，你很 low 哎、欸，看观众的。来，有啊，我要来讲这一句呢，它的完整我有一点忘记了，但是在我心中就是记得这一句台词、嗯：这个世界没有我砍不了的物体。这是海贼王索隆砍不了的物体。对，那个对方那个在那个阿拉巴斯坦，对方会那个变成铁块，然后他照样砍他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下次要砍钻石吗？”他说：“那就太浪费了。”但是我记得还有这一句，好像有啦，我忘记了。但是我觉得这句超中了，有没有？这世界没有我砍不了的东西，呵呵呵。嫩，下来第三题。第三题哦。嗯。我已经又想好两个，我只差最后一个，我在想。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？你可以多想几个吗？不行，不行、嗯。大家不要在一起那个刀剑了，刀剑梗已经用了，我们每次要用不同的梗。刀剑。嗯哎等等，啊，我不知道这，等一下，我啊，你也可以参考观众的啊，可以啊，只是我都是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观众的，我觉得他都很棒哎，可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中二哎，你讲啊，你讲。他说：“让我穿上女仆装的人，你可是第一个。欸”说什么鬼啊？八七，好，第三个，这一句很简单，但是以前我觉得这个超中二。嗯，这个是《通灵童子》漫画的，或者是动画叫《通灵王》哦，麻仓夜王所说的，每次要遇到事情就说。太渺小了，妈妈你太渺小了，简洁有力，有、嗯、太渺小了。有、哎、这一题，我觉得你那个也很中二啊。来第四个，第四个，第四个。我要在想哎、欸，我有一个压轴的，但是我还在想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对啊，是麻仓夜王所讲的、啊。一首。哦、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我想到，我都想到了。你都想到了，哎、嗯欸，你。快点快点，第四题第四题哦。感谢他们。他在补充说我们的那个是要打三个头的凋零，对，就是要打凋零王。哦好。哇哦。哇哦。来啦来快点，妈妈都在你都是你在拖台前。还不是你叫我想的你我就说你还可以看观众了对不对，你就觉得那些他们讲的最适合的吗？我以前有看一个卡通，它是那个库洛魔法史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库洛魔法，我看一点点，有看一些，以前小时候都会 看，因为他都会讲说他都会讲说就是那个他每次要施展那个什么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直接讲吧。被他说，他会说什么？被封印的魔法卡，魔法使妈妈命令你现在解除封印。哦，哦，哎、欸，所以那个另一个那是霹雳卡，哦，那是哆瑞咪是不是？你你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、贝贝丽娜、贝贝鲁多。
哦，你比较喜欢看那个、哦，没有没有，你都是这个记，台词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但是是两个比的话，我比 Doremi 较喜欢那个库洛卡的。好，换我换，Doremi。我。这个以前我看了这个，还去学打网球。妈妈，妈妈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很烂哎，这个虽然很 easy，可是这个超中二的好不好？呢、欸，有吗？他每次都在那边讲，哼，你还差得远呢。有吗？好嘛好嘛，不然这一题给你，这一题算你赢啊。第五个，第五个，我等下讲出来，一定吓得你屁滚尿流。哦，你已经想到了是吗？对对对，你还差得远呢。越前龙马，有你知道观众有人说很中二的话，什么？小时不学好，长大当死胖子，不中二啊！妈猪，快点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最后一个，个，有人还叫我说那个你还差点要说日文，没有没有，那时候看那个卡通都是看那个中文配音的，哦，所以它有日文版是不是？他的日文动画，但是你在那个啊，就是电视看就是三中台文。的啊，在那个三台看的，他就是翻成有那个啊，中文的，而且他就是感觉就是很，他不是说你还差得远，他就感觉就是你还差得远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发音是四声的感觉。快点，快点，妈妈！你也可以说北斗神拳啊，北斗神拳是什么？你已经死了。你其实为什么你的都是这么短的啊？哎 欸，这个简洁有力好不好？以前的那些漫画都嘛是要简洁有力的中二剧。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。哦，妈妈，你多台钱呢？你帮我想一个啊！那观众一定都在帮你吧？你就弄一个你自己觉得，哎，你也很喜欢这个味道的。他们都乱七八糟的，什么皮卡丘都出来了。懒惰，这不算皮，中二对吧？呀、啊，哎，有一个也很棒，游戏王的，你已经掉入我的陷阱了。翻开覆盖的魔陷阱卡，对，是陷阱卡。好多童年哦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他说：“所有的灵魂将化为我的力量，作为我的武器吧。”这我是什想么听的你动画？这个哦，是可兰问他们呢、欸，感觉超中二的。是什么？来来，我们来说最后一个。跟你讲，这我好，不需要 Google，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会背了。从小好，你没错，说，妈妈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除魔，迎来曙光。出来吧，鬼手！哎、欸，那个动画，那个卡通很好看、欸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除魔，迎来曙光。无知鬼手，所封百鬼。你啊，那为都什超么中记二那的。么清楚我重点就啊？是前面这两句，完全背得滚瓜烂熟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以前都是在那边自己没有朋友跟你玩的时候，你都自己在那边。哪有？我们是彼此在 PK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不要逼我喽，你要再逼我是不是？没宇有宙了。天地赐我力量，降伏除魔，迎来曙光，出来吧，鬼手！而且他是左手，很可 这个世界只你能好有一可个巧克力，那就是我爱吃巧克力。我要死掉了！很可爱，你干嘛这样？谁叫你要乱拿我的头颅？这个很我没有，你要知道我这个反应会情不自禁的。可爱，很可爱，你这世为界什只能有么？一个我，你当你一戴上，我马上就是，你知道我完全无法压抑住我自己。这很危险啊，妈妈，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危险事情了。
可是它很可爱，你就让我戴一下。可以可以啊，只是我会没有办法抑制住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力量太过庞大了。哎 欸，你没有剪干净啊，剪干净啊。我身上满了啦。嗯，剪干净啊。好了好了，我放箱你子。就让我戴嘛，我今天可都以已啊，经这可以么啊，听你话，可以你啊，不只要是，打我。妈的，这个我没有办法，你知你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烂 透了！它已经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鬼手已经出来，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啊，我可烂以帮你透控制一下啦，我觉得。超级中了。好啦，有人要帮你复活啊？没有，我这边有8块钱啊。你有8块钱哦？嗯啊，复活是3块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让我复活，再让我带一下吗？我真可的以很啊，想我就说可以啊，一直都可以啊，妈妈。带。嗯，只我是，真的很想带，就很可爱。你干嘛这样？我跟你讲，观众也会很想要看。妈妈妈妈，我一直都说了，都可以，你要怎样盖都可以，那你只不是要离我。我太近。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那个已经封印解除了，你真的就没有看仔细了，对不对？当他的那个左手的力量太过庞大，整个左手臂都是，他没有办法抑制住他自己啊，妈妈。